张艺兴、左启、黄渤、陈伟霆春晚合体三摄自新浪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老九门 CP 陈伟霆、张艺兴脱下军装与长袍，以本业唱跳歌手之姿合体登上中国央视春晚 C 位中心，却被影帝黄渤卡位。三人的反差组合相当吸睛，令人惊喜的是黄渤能歌能舞，认真表演起来实力完全不输两个偶像。陈伟霆、张艺兴、黄渤合体大跳复古 disco 神曲，最好的舞台洗脑旋律加上招牌抖腿舞嗨翻全场。黄渤虽然没有陈伟霆、张艺兴手长脚长的优势，但仍奋力挺个肚子把舞蹈跳得到位，帅气喷发。陈伟霆访谈提及和黄渤的合作，本来对我们的要求是带一点街舞的元素，听到黄渤老师要一起那怎么跳街舞呢？但是经过第一天排舞之后，才惊觉黄渤是一个神奇的前辈，传说一样的一个舞者，他是真的能跳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真的很佩服他。他也在 Instagram 放上练舞花絮，只见黄渤已经笑场跳不下去了，陈伟霆和张艺兴还一脸正经坚持跳完，画面为汗充满喜感。陈伟霆也自嘲，是不是傻？